Hi guys, I'm in the room. This video will be Cantonese and English. I will explain why. I don't know if I will be a vegetarian. I might not be vegetarian because the problem is not vegetable. I mean, I just watch a video and a Cantonese Hong Kong news online report. It showed the animal, the chicken in the farm in Hong Kong, and they trapped in there, and then the human killed them, and this video is about that, you know. If I fight for my freedom, if everybody lik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en you should not do that to the animal. Okay, I will turn into Cantonese now for a bit, because then I will turn back to English to explain more. But why I use Cantonese is because the source that I get this information is actually first coming from a Cantonese news report. It's called Apple Daily. It is a newspaper that focus on anti this Asian Chinese government fighting for freedom. This is a very special newspaper, and actually this newspaper, I heard they have USA government or USA secretly financed them for freedom, for human rights, for everything. They're the only anti-government, anti those rich and powerful, suppression those weak and poor people. They're the only newspaper. Okay, I will turn it to English now. I can't do this. 第一次我用廣東話。即係我啱啱睇咗段片，我真係唔知點講。即係我啱啱睇咗段片係《蘋果日報》啦。咁我不嬲，我都係用英文嚟做我嘅 video， 但我今次會用中文咧，廣東話，係因為呢個 source 係源自一個廣東話嘅嘢啦。咁係《蘋果日報》啦，好出名喺香港。即係所以我都 expect 呢段片係有香港人睇，因為我 respect 翻個 source， 所以個 source 係。香港嚟噶嘛？真係我睇嗰段片係即加到李龍祥啦嗰啲動物。我唔知道未來可以點做，有啲冇人會幫我。但係我睇完段片嗰啲動物，即喺個農場困住，咁最後都死，俾人哋殺。即我就好中意食肉嘅，但我即中意食肉，但係即我第一次見到，即我咁樣見到我就係。我真係唔想再食肉，即係我唔知做唔做到。但我中意食肉，但係有冇機會係可以有方法食肉，但係唔殺生，唔使咁困住佢哋。即係我唔知科技上仲，但係即係《蘋果日報》依份報紙咧係 fight for freedom 噶嘛，係 human right 人，即係中文叫人權啊、自由、人嘅獨立啊嘛。咁如果人係需要咁嘅。咁其實動物都需要咁，我就唔中意動物嘅，我唔養動物，我唔養昆蟲。咁但係即係好似我都唔中意黃種人嘅依個型啊。咁如果你有翻查我資料，你知道我係咩人？我係英美啊，我白人啊。咁但係我都唔即係最多唔係唔一齊咯。咁但係係咪先？咁但係你都冇即係如果我見到中國發生好多人權嘅事件，我都會幫佢。阿拉伯我都會幫，黑人我都會幫。即係你至少你都要 set 佢 free。俾佢 independent， 中文叫你至少都要俾佢自由，你要俾佢獨立，即係脱離呢個，即係你冇理由喺呢個體制之下咁打壓佢。如果《蘋果日報》呢份報紙係都係 fight for freedom， 咁 animal 都有 freedom 咯，即係我都係一個 freedom fighter， 但即係我睇完之後咧，我係好深感受嚇。其實之前有一個 post 我睇咗，就係關於啲人養動物嘅，係《蘋果日報》，即係有個英國女人佢養只鸚鵡，跟住我睇到只鸚鵡，即其實鸚鵡都係一種動物，係咪？佢都可能都有智慧，就算佢智慧冇你個咁高都好。即你咁樣養住，即其實應該放生噶咯，係咪先？即佢係英國人，但我都話佢，我哋都知好慘英國，係咪先？即你最多俾佢放生咯。你話依個我領土嚟，我唔中意只鸚鵡，咁咪掉走佢咯，掉去太平洋咯，係咪先？即我嗱我都慘英國，但我都憤佢咯，我都話真係好撲街咯。係咪先？即係如果你 fight for your freedom， 唔係我用中文嘅，
如果你是為自己的自由人權自己的什麼，那其實對方都有這樣的人權，是不是？其實不應該大家獨立，你這樣做。不過那隻鸚鵡那時候還未反彈那麼厲害，我看到是加道理農場這件事，即是這樣說，即未來怎麼做我都知道很難做的了，即是我會用行動咯，即是可能會說我蠢，但是即可能會說你是動物而已，但是我這個video用廣東話是希望連香港人都看到的，是啊，即我會用行動，我會自己去做，如果有人幫我，如果有人幫我他自己會幫我，如果沒人幫我我都會做，我真的即是好啦，咁講完呢度，用廣東話講多一樣嘢之後我轉返英文啦。立法我唔當止香港人，其實呢個香港我可以話英籍香港，可以話英國，可以話完全獨立，但係歸於英國啊、美國，即係都係喺佢嗰邊，但係完全獨立都係咁講啦。我自己本身都有啲政治啊、國內問題，就係同呢個中國香港政府係咩啊？咁因為其實佢整個系統都係卑小，就係好似啲動物咁啫嘛。佢都係打壓緊、困住你、打壓你，金錢都係個奴隸嚟嘅，奴隸制度。咁呢樣嘢似啲講，咁講我有。即係依個最後嘅廣東話啦，講講立法會啊！我今年雖然我諗到只香港，我冇投票，但係其實我嗱，如果長毛黃仁達、黃毓民係有嚟香港島選咧，我冇選佢。咁我心裏面支持人民力量嘅，咁但係我就冇投票。我唔當住香港人，同埋我如果你真係為人民力量，如果佢嗰套係即係如果長毛黃毓民、黃仁達嗰套係你真嘅話。其實是不應該入這個立法會，因為立法會其實都是政府機構，在他這個體制之下根本其實都是打壓人民無辜，所有這些人他都是混著整個金錢制度，令到你其實他整個土地規劃制度，其實整個政府就已經是令到一班人是有權有選擇去做很多事，而那些弱勢社群渣的人他們是沒事，所以才會搞到公屋，有人住公屋，有人住徙置區，有人住豪宅的分別。那如果我有沒有打壓他的，是不是？不是說沒可能的，我可能有一天 我都會，可能我會做共產黨，我會搞到即是如果我入共產黨，我 搞到自己很厲害，那可以打壓其他人，但我不想打壓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入得這個立法會，即是有一天那個人都會坐，但是你都可以打壓人。我個人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呢就只是獨立，即是 你一定要完全獨立，你才可以是不同政府，是如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另外一個人跟隨問你，這件事我不知道能不能做，但我一定要做，因為否則如果你永遠都是有一個人 有一堆黨登台，那那堆人就左定是窮躁，下面那些人就含撚的，是啊，為什麼英國管的時候好像好是真的好一點很多，為什麼呢？可能是因為英國人呢他管得多，所以他醒目，他知道是不可以打壓人權，是不可以打壓人的自由，所以他只是要了自己要的就算了，他真的給你自由，當然他不是給你 100% 自由，但是我承認當年是都算是很自由，還有很多東西都可能他是白人啦，可能他是英國啦，但很多東西都不會打壓到這樣，這個是真的，那就遲些說啊！但係一樣嘢，我個人認為英國咧，英國佢做錯咗啊！佢有啲嘢，英國攞，因為我當住英國，我都係撐英國，我都係大英帝國主義。咁但係我係白人至上主義，你查下資料就知道。我想講一樣嘢，英國佢攞到美國同澳洲同加拿大係有原因嘅。佢當年係印第安人喺嗰啲地方，但係佢趕走佢，即係印第安人唔屬於佢嘅國土，係兩個政權嘅。可以做難民，主要你就不是他的國土，所以英國人他拿了這三個地方一世，但為什麼英國人拿不到南非、印度、香港拿不到一世，包括馬來西亞，因為你要他裡面的動物，要他的人，是啊，這三個地方最後是當地的居民起義，是啊，這是個原因，你在英國拿不到一世，而且也是為什麼中國拿不到香港的感覺，
如果你或者中國內部都咁多鬥爭，係啊，唔單止中國，阿拉伯都係啊，因為你唔可以攞一種嘢，你唔可以，你可以攞地，但係你唔可以攞人，你唔可以攞生物，你咁樣做係搞到即係最後即係你明佢講咩啊？因為你趕走佢，如果佢要入翻嚟嘅，佢再申請做你的居民，你就算要狠心要去做難民，你都唔去為自己著想先係咁。咁即係如果我係大英帝國，我係為自己著想先咁做。你估英國想冇咗依三笪地嘅咩？我都唔想英國冇咗依三笪地啦，係咪先？如果當年啲即係如果英國將佢對印度、香港、馬來西亞依一套放咗喺當年再早啲嘅時嘅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嘅印第安人咧，佢一百年後之後又係攞唔到，佢從來都攞唔到，即係最後都會冇咗笪地去。係啊，依個係我自己。知道的是、啊、你是可以拿資源可以拿地但你不可以拿人的，你這樣是兩邊都受傷、啊、就好像我喜歡鬼妹，就是你叫鬼妹而已， 我叫女人而已，你們黃種人就叫她鬼妹而已，是不是？就是我喜歡拍人的嘛，但我都不會拿條鐵鏈鎖住她的嘛，就算鎖得她一天我都不忍心鎖第二天，就算真的鎖了勉強都沒有幸福了，雙方都仆街了，是不是？所以我唯有增強自己的即係實力啊，我揮霍自己的 freedom， 揮霍自己 power， 為自己能力權力，即係希望自己勁，咁可能會可能佢中意我咯。咁你為自己又好，係咯，即係咁嘅意思咯，係咪先？我唔會攞鎖鏈鎖住佢噶嘛，我唔會鋸咗佢噶嘛，係咪先？我都做唔出啦，講真。咁就係咁咯，嚇、啊，係啊！依個係真係一個失敗嘅英國。如果英國今日，如果英國將佢擺喺美國、加拿大嗰套、澳洲嗰套放咗喺當年嘅殖民地啊，今日英國係世界上最大嘅國家嚟嘅。啊，我都認同咗中國嗰啲當權者，我唔係指中國人，但係中國依、這個我真係唔係中國人，但係中國依、這個依、這個國家暫時咁佔領香港，自己佢內部都係咁。我真係想講一句，如果你真係要真正攞一笪地嘅話，攞政權嘅話，你係淨係攞政權攞地，你唔係攞人。如果中國要撇開咗啲人咧，即係踢走佢哋，咁佢嘅政權就一世噶，一世中國都係佢。但係我好明顯話，我話俾你聽，而家依個中國依、這個你叫佢叫其實共產黨都係個名嚟啫嘛。即係依個當權者，佢依個政權係隨時冧，而且亦都冧緊，可以話係，依係真。而且是就算是當權雙方都毫不利的，反而是益了下面那班人，因為你歷史都有看，南非人那幫黑人，我不知道黑人的，但黑人都可以打走英國都獨立了，現在南非的黑人有錢過白人的有很多，什麼叫有錢，就是權力勁過白人，所以其實你益了下面那班人，是啊。講翻食肉嗰單嘢先，即係如果我哋咁樣殘害啲動物，可能真係有卡瑪嘅，可能真係英文叫卡瑪，可能真係有，即係可能啲人類今日會自相殘殺，點會打壓，可能都因為人食肉咯。我唔知啊，你講啊，即係真係有卡瑪。即係如果英國人統治嗰啲地方，而你攞埋啲人，你咪淨係攞地，所以咪搞到之後獨立，之後咪反抗咯。可能啲動物都有靈性，可能真嘅，所以人會癌症啊，會死亡啊。可能是真的，我依個係最後一次，因為我用廣東話，因為依個 source 真係源自一個廣東話嘅香港嘢，係，所以我用廣東話啦，咁我希望，同埋因為我講依單嘢牽涉到香港啊、中國嘅人權自由啦，啊，咁，係啊。是真的有卡瑪的，所以即我就很喜歡吃肉的，其實但是怎麼解決呢？唉，搞到我都不想吃肉，所以我剛才我就吃豆算了，我剛剛 開了兩包豆 beans 來吃，即是那怎麼解決呢？是不是？總之就可以食肉，但一定不可以混與動物殺生，
唔可以咁，我唔知啲肉點嚟，如果係咁搞法。